喝牛奶。怎么是满的？这小子又不好好喝牛奶，跟我斗，你不想想自己几岁？给我等着，看我怎么治你。先跟隔壁家借两个蛋黄，加30克白糖，把他不可喝的牛奶拿来，倒一斤进去，小火搅拌均匀，再加50克玉米淀粉，继续搅拌，再丢一片芝士进去，搅拌到粘稠的状态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关火，倒到容器里，冰箱冷藏2小时，取出切成小方块，然后五面都刷一层全蛋液，烤箱200度，放上层烤10到12分钟。出炉后就是奶香浓郁的烤牛奶块啦，这么有诱惑力的颜值，我看你待会儿吃不吃。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，口水都流了。哇，这是个 what？ 这是烤了的牛奶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你不早点染出来？这么好吃，我尝尝。这是你的，这是小孩专属牛奶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妈妈，你看这个。我也想吃这个烤豆皮儿，这个不好吃。怕翻车吧你？我怕翻车。哦吼！行，你等着。我翻车，我不光给你烤豆皮儿，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。烤豆皮儿不就是泡盐水，切小块，擦干水分，烤箱预热200度，烤10分钟嘛。最后撒点烧烤料，可爱倒是可爱，味道嘛，啊。所以我打算做这个给它上一课，用170克面粉70克水搅成面絮，揉成一个偏硬的面团，再擀成一个1毫米的面片，然后用小模具抠造型。我没有鱼形的，要不叫好多花。接着油温8成热，丢一个下去，能鼓起来就把剩下的全丢下去，变色赶紧捞出来，同样撒上烧烤料和海苔碎，一个更好吃的膨胀小零食就做好了。这脆脆香香的口感，就算隔壁小孩也会选好多鱼吧。刘宝，你的豆皮好了。我要吃你这个。你要的豆皮儿你自己也吃不完呀，我还得跟隔壁小孩分享呢。我去跟你分享。追不上我吗？Wipe it down, wipe it down, wipe. 你要干嘛？我要去镜子里拿提拉米苏。哎呀，你先去玩，我跟镜子商量。魔镜，魔镜，告诉我提拉米苏怎么做？魔镜说只需要4步：1蛋黄糊，跟无菌蛋商量一下，取2个蛋黄，加30克牛奶，35克砂糖，搅拌均匀。2奶油糊，150克淡奶油，加20克白糖，打发到出现纹路状态。3混合，拿出自然融化的马斯卡彭芝士，压扁后分3次倒入蛋黄糊，每次都完全融合，再加入打发的淡奶油，搅拌均匀，成这样细腻丝滑的状态。4乳模具，把拇指饼干放咖啡酒里或者巧克力奶里蘸一下，马上取出，码到模具底，码好一层挤入刚才的糊糊，再码一层饼干，一层奶油芝士糊，最上面用刮刀刮平，放冰箱冷藏3小时，取出后撒一层可可粉，脱模就好啦。想不到提拉米苏这么简单吧？这种顺滑中带甜腻的口感，吃到嘴里就满满的幸福感啦。 Why?Wipe it down, wip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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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ipe it down, wipe. 刘宝，吃饭，超香的青椒肉丝，来多吃菜。我不要吃青椒，必须吃哦，青椒很有营养，你试试看。我不要吃青椒，伤脑筋。这小子喜欢松饼啊，用青椒汁来做，让他看不出来不就行啦？先把这些青椒榨成汁，然后搞来130克低筋面粉，12克食用油。重点来啦，150克青椒汁，搅拌均匀。哦对，还有3克泡打粉，继续搅拌均匀。磕2个鸡蛋，加20克白糖，用打蛋器打发到颜色发白。分2次加到青椒面糊里混合，然后静置10分钟，再不粘锅里煎成小饼，要全程小火，看着嫩绿的颜色超舒适。榨完汁的青椒渣当然不能浪费，加个皮蛋炒一下，加到小饼里，不要太好吃哦。
当然重头戏还是松饼的颜值吃法，没有奶油也可以用酸奶，总之就是搭配你喜欢的，这样一口一个神仙口味，哪里会想到青椒的影子啊。哎，松饼吃不吃啊？不吃青椒，哼，还是嫩了点儿。给我一个嘛，谁还不是个宝宝了？妈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老婆，我的节日礼物呢？咦，哎，快别恶心我了！哼，有了牛宝之后你就变了。哈哈，你想要什么？爽歪歪、奥利奥、大白兔奶糖，还有你亲手做的爆浆布朗尼。真没办法。自己选择的，宠着吧。先亲手做布朗尼，隔水加热120克黑巧克力，再加40克黄油，搅拌到顺滑。另外加3个鸡蛋，加60克糖，打散，倒入巧克力糊中，继续搅拌均匀。再加入5克朗姆酒、25克低筋面粉和5克可可粉，过筛，再次把它们抽均匀，抽成这样的巧克力糊。然后在纸杯托中先倒入一半，放一些巧克力块，再倒入另一半巧克力糊，不要倒太满。最上面可以撒点坚果和耐高温巧克力豆，压一下，丢进预热好的烤箱，200度10分钟就好。没出炉就闻到浓郁的巧克力香啦，趁热吃就会爆浆哦，千万不要轻易去尝试，我怕你会爱上它。现在把那个憨憨要的礼物包起来，哎，你的节日礼物，好开心 啊，就是这个、啊、住手，还不六一，看看孩子，生活需要有点仪式感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么酸，给儿子吃。牛宝，过来吃桃子。来了。这么酸，这桃子吃了柠檬吧。给爸爸吃。给爸爸吃。爸爸，吃桃子特别甜。我尝尝。哇，这货吃了柠檬了吧？这么酸，还去赶紧扔了吧，扔了扔了，不扔。哎，疯了吧？怎么能扔呢？浪费是不可能的，那我就用桃子做个桃子，把这几个看似娇媚的桃子拿来，脱去外衣做桃子心部分。现在把桃肉切成小丁，上锅翻炒，这么酸，使劲加糖，再加一小杯红石榴糖浆，恢复它的粉色心。还需要挤半个柠檬调味，一直小火熬煮到粘稠，加5克吉利丁液，冷冻4小时以上。别闲着，现在做桃子肉部分，15克吉利丁片泡冰水中，80克白巧克力隔水融化，再降温到30度，倒入煮开的淡奶油，加入泡软的吉利丁片，再加200克淡奶油、60克桃子酱汁，全部和均匀，冰箱冷藏一晚上。第二天打发桃子肉，打成这样，挤到桃子模具一半，冻好的桃子心切小块放进去，再注满，再冻4小时，取出后修整一下，底部插入竹签。现在做桃子外衣，500克白巧克力隔水融化，待温度降到45度左右，温柔的裹一层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把300克砂糖、80克水煮到103度左右，关火加80克炼乳混合、10克吉利丁片混合、100克淡奶油混合，待温度降到45度，加入150克融化的白巧克力，最后加10克红石榴糖浆调色，过筛一遍，等待降温，待温度降到31度左右淋面，得加重颜色再淋一遍，最后筛个草莓粉。这个历时4天努力的分子蜜桃不负众望，闪亮登场，在它华丽的外表下，有颗比柔软的内心更加甜蜜的内心，一入口的满足，一切都值得。哇，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觉得你妈很闲，你就让她做这个。